小明有个好朋友叫做易经，是个大美女。那易经为什么是个大美女呢？因为她的妈妈是谁？请回答。All right， 我是吕思轩 ，Trail Fresh， 新鲜尊于各位安安大明星的朋友们、观众朋友们，就是你们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一题，拿掉眼镜跟被叫黑男。被叫黑男。所以被叫黑男大于拿掉眼镜。对啊，被叫黑男，我一直都在被叫黑男，我没差，可我不想拿掉眼镜。下一题哦，被叫黑男跟天籁美声。天籁美声。这好像废话哦。对。废话，大家一定都会选天籁美声。是。好，天籁美声跟。天籁美声。为什么？因为会 有美声比较好用，可以，对啊，跳舞还好，我觉得我没有这么一定需要，就是本身不是也会跳舞，可以 来个5秒钟的那个运动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可以，因为我看你们会跳舞的啊，我觉得你那律动蛮好的。对，就是会动，但我有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。好，下一题哦，天籁美声跟迷人微笑。天籁美声，因为声音还是比微笑好用，我觉得。你知道之前有艺人说过，他的微笑就可以杀死千千万万个人。谁这么有种这样说这句话？那应该真的长得不错了。不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说。好，下一题，天籁美声跟。名模帅脸，我超希望自己真的可以长得像花瓶一样，大家就只需要看我的美丽就好了。如果你今天长很帅，然后声音难听到一个爆炸，也 OK。对 ，OK。你这样可能就没办法当歌手。那就不要当歌手，靠脸吃饭就好，就脸帅可以做很多事。名模帅脸跟变透明人。变透明人。真的有点快哦，为什么想变透明？因为变透明人，你要做的事情就很多啦，又更多了。你可以去偷看别人洗澡，你也可以去抢银行，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都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听起来很划算的。通常你第一个讲的是最想做的事，偷看别人洗澡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人要面对自己心里底层的欲望。变透明人跟瞬间移动，瞬间移动。我觉得这没有可以做很多事、啊。譬如说，我现在 A 点在拍 MV， 然后。我可以马上去 B 点吃东西，虽然我觉得这样讲很不实际，但是我知道可以做很多事，而且出国不用钱。没办法偷看别人洗澡。没关系，我其实做人还是觉得活着就是活踏实一点是比较用。突然又变活踏实一点。偷看别人洗澡还好，我们现在有网络很发达，有很多东西可以看。最后一个、哦，瞬间移动跟国际巨星。瞬间移动。没有选择国际巨星。你就想说，你今天在台上表演，然后瞬间移动，你突然会一个瞬间移动，然后就变魔术到变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爆了。好，我们就听到了，你最想要的是瞬间移动。Yeah。感觉有点累 ，Yeah， 运气有点悲 ，Yeah， 心情有点灰 ，Yeah， 好久没有九点睡 ，Yeah。想征服世界，也希望。这张专辑讲的小明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小明常出现在我们听到的各个笑话、各个故事中。那这张专辑叫《市井小明》，也就是写都市里每一个小明的日常，也代表我这几年生活的一些感想和反省。高分贝是我写我自己当初来台北初顾茅庐，想要出人头地的一个感觉。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希望自己与未来，也期许以后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低潮的时候，可以鼓励一下自己的一首歌，就是。希望自己再打起精神，再满腔热血，再迫切的想要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那种追求感。其实想要合作的人真的还蛮多的，但我觉得我都想要先交朋友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先交朋友吧，好不好，方大同？为什么会想和方大同合作？
知道从他第一张专辑我就很喜欢他，对，所以我才想要跟他合作。想未来有机会可以看到你合作，你有没有想对粉丝，就是他们支持你这段时间以来？没有，没有。会啦，他们不会计较这些事啊。大家都是很理智听音乐的人，所以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一直听我的歌，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还有粉丝专页，还有违法的 YouTube channel。谢谢。这是我国中学会，然后上课一直打到脸颊很痛这样，后来才知道原来要怎么做这样。所以你练了很久。对啊。我们大家又发现了你一个个人。好，其他先藏起来，因为他正在看着《易经》荧幕。